现在是在这个至山门街，这个至山门街呀，可以称是皇家的街道啊。它在北海后门那儿，至是什么意思呢？是登高，登高的意思啊。门后边是北海，白塔山，入门您就可以登山，所以叫至山门街。至山门街呢是元代的宫殿区，明代呢是衙署的厂库，直到清代以后才发展成是居住区。得这是什么松肉啊，还是什么呀？素鸽子盒。素鸽子盒哈。对。哦，嘿，我这都上了城了，那个网上都上了。哦，都是慕名来的。哦，好吃啊，绝对好吃。素鸽子盒，多来个麻豆吧。哎，行，得了，我来，这我来一点就行。得嘞，尝尝吧。哎，四哥，尝尝，好吃。没有豆，没有豆，好吃啊，好吃。素鸽子盒，素鸽子盒，有没有？松肉，不是松肉，不是松肉，没有松肉，素鸽子盒。小哥，你这不是松肉，不是松肉，素鸽子盒，素鸽子盒。咋卖？16一斤啊！我看这个松肉，这个是素的吗？素鸽子盒，好吃。松肉里有松肉里有肉，它这没肉。哎，对对对，它所以它这个。也不是这硬，不硬。您这也是油皮儿，然后搁里胡萝卜、香菜。搁着皮。哦，搁拿搁着给攥了是吧？不是，我听着搁着合适了吧？我知道。就是嘛，啊。过来以后，那下一个什么？哦。下一个什么？大哥，您这一天能卖这一箱子吗？不止。啊？卖一箱子？十箱也不止。十箱也不止，嘿，您这真火，这个。哎呀。怎么？你吃不吃？你要不吃，我不来点这个好吃啊。16一斤，现在人少让你尝啊！不错不错不错，这味儿。没事，来半斤，来半斤。这大姐，我吃了。别，你吃。大姐尝都不尝，直接来半斤，多地道，您说？哼。我跟您说，这天宝天一排，这点正排队。正排队的时候啊。一堆人。嘿，不错不错，味儿是挺好的。半斤是吧？干净吗？什么？吃快点的。行。还不搁上这块儿呢，这都十块二毛四了。您再给我一袋，我给他点。我跟你说啊，这东西能，您那个多给都不能少给您，知道吧？知道了。来，十块钱啊。味儿真不错，您那个。还行吧？嗯。还行。